成仙这一行啊，我都修仙呐，修仙时，让那些香飘又红火，岁数年龄你弄了十一岁，七八年的用时代，今日恭祝你咱好成家，同你梦想无变。安祖四十一周年大典之刻，由我弟子是你同叫社会在主修传仙，那是阿信英叫社心经，那是李仙花堂叫。我叫李长乐仪。